在这。嗯，对。那就稍微安静一点哦。好的。刚才听不见我说话。可以。然后首先很感谢，今天也是很巧合的，然后临时决定来这里跟大家见面。然后呢，很感谢大家这一路以来的支持，然后也鼓励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参与设计的这些衣服，然后呢，喜欢我这段时间写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同时这个，在我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呢，也。一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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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也希望也能够疗愈在座的各位，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就是不管就是人的生命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、挫折与困难，那决定未来的方向一定是我们自己。对，是自己只要不放弃，然后坚持坚强坚信，就可以有更好的明天。所以呢坚强然后况且这条路上呢，我觉得不要哭谁带了纸？我在呢。就是，其实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很孤单，因为有这么多喜欢我的伙伴们陪着我一起。宝宝不哭，别哭。哥不哭，记得你别陪。就是最后说一句吧，就算前方是荆棘之路，但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，我们也会成为这条荆棘之路上不一样的风景。好，加油！在这。那大家那就稍微安静一点哦，要不然听不见我说话。可以。然后首先很感谢，今天也是很巧合的，然后临时决定来这里跟大家见面。然后呢，很感谢大家这一路以来的支持，然后也鼓励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参与设计的这些衣服，然后呢，喜欢我这段时间写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同时这个，在我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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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也希望也能够疗愈在座的各位，哇！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就是不管就是人的生命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、挫折与困难，那决定未来的方向一定是我们自己，对，是自己，自己只要不放弃，然后坚持、坚强、坚信，就可以有更好的明天。所以呢。然后况且这条路上呢，我觉得坚强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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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呢。就是其实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很孤单，因为有谁能帮我抱一下这么多喜欢我的伙伴们陪着我一起。宝贝，记得
阿叔说哥哥不要哭了。就是最后说一句吧，就算前方是荆棘之路，但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，我们也会成为这条荆棘之路上不一样的风景。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然后就是线下会给大家签名，签名。然后在场的各位都可以挨个合影。好。对，没有，就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怎么写？你告诉他。秋千。没有啊，怎么？那我合影吗？合影。你有字吗？你打。不是，我大学室友突然跟我签过的就不要谢谢。快表白，快表白，想着要走了。